天 Doris 约我出来就是剪头发，然后他的头发反光，还没有我早上起床的头发好看，你看，是起伏翅的鸡，然后这是一个超辣的牛蛙，然后这个是吃牛蛙必备的，用来洗牛蛙的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龟哥，乌龟的龟。然后我们今天来看无人机。来，我给大家看一下长沙的万达棺材楼，有多么的凄凉。这是现在比较两款，我比较喜欢手上这一款，非常的小巧。这个小缩小之后，一只手就可以拿下来。是今天买的无人机，6399 RMB， 还蛮顺口。这是一个假的开箱视频。这是整套里面的设备，有这个无人机的机体，然后这个是不知道什么充电器。还有两个电池，里面还有一个电池，一共三块。然后这个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遥控器。好，现在在下这个 app， 好像那个打叉 box。是的。然后现在我们要去试飞了。现在买了，这一面大疆无人机，跟龟哥碰面，还要去找甜甜去玩那个九幽密室。我们现在传说中的九幽密室，我们本来是打算组野队的，但是没有野队。Doris 在那里，在那里跟店员交涉，因为他觉得这个太可怕了。这个我们五个人组了野队，现在一共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个人，我们打算挑战宿命。我们现在九个人准备出征了，我们有什么感想没有？项目怎么样？啊，先别出来看东西，小喵喵。今天晚上吃 Korean barbecue。那我们现在在黄兴广场。黑暗麦当劳，里面居然还有人。我们先去干嘛？Doris 带我们去一家清吧，碰到很好看的小哥哥。那好看的小哥哥，我就不算。好可爱啊！这个兔子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来这么高，你们有这个鸭，好可爱啊！我觉得那个鸭子可爱。哎，你真的要买啊？哎，那个粉色也好看。对啊，那你买的吗？蛮好看的。三个都放了，做好是买了个这种东西。他，你不觉得他的表情很粗糙吗？啊，对，他粗糙。其实这个东西好丑的。哦。其实这个东西好像以前那种冒险岛里面的装备，真的。那个
对，冒险岛那边的点妆就是这样子的。就在这边。Doris 的亲爸不见了。走一走。你要过去，你要走前面过去。博斯高，卯德岛。全场鬼。来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就在蓉蓉俱乐部，蓉蓉对面。好吧。宾馆嘞，上面那个嘞，还保管，就这个东西，就是上面那个呀，蹦迪的，中国的金拱门，金拱门的亲我卖身故，你看好不好看？哒哒哒哒哒，没有在拍摄录像。我这样子好尴尬，我没有度，嘻嘻，尬笑。你回来多久了？我没回来多久了，我上个礼拜回来了。我们现在坐小东哥的车去河边，对，河边喝茶。喝茶我们现在到陆闪国际，我读初中的地方。这里有一个不是陆闪国际的，哎，这是我是以前经常买文具的地方，以前没有这个门的，以前没有这个门的，初中校园，保安还是依旧的拽。进不去，这里有个蓝牙的，蓝牙边，哎呀，老板惹你了是吧？溜了溜了溜了，进不去。蓝牙边，你想去蓝牙看不了？不想。多尔斯个东西买的蛮好，给我们招路。夜晚点亮你的心。前面真的好黑，这里一个灯都没有。对，以前就是外国那边有一个地方，我不记得哪个。都是在讲鬼故事了。房子嘞，地址嘞，走不出去。然后嘞，就有人说，晚上上到网之后，路过那里的时候，就会听到有人叫声，而且会看到影子。你在？哈哈哈哈哈！怎么笑死我了？